日全球的 BLACKPINK 在18、19日空降南台湾举办演唱会。19日来到第二场，诚意满满的女孩们不仅服装与第一天有不同，就连发型也都有些微改变，看得出来他们想给不同的粉丝们全新的感受。四位成员在开一场穿着粉色套装上台，一人带来多首夯曲，可以说是嗨翻全场。然而 Jennie 在跳到 With Love 时，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舞蹈动作出现小小失误，而她发现自己与其他成员不同时，也忍不住笑场，让看到这场面的 Lisa 也跟着爆笑。在演唱会上的小互动也让粉丝们看得津津有味啊！不同于第一场，粉丝们站起来，导致后面的人看不到偶像的状况。第二场，目击的粉丝则透露，这次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坐着，可以说是比第一场好很多，也让大多数的歌迷们享受其中啊。